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是一个 video podcast， 所以你在 YouTube、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oundOn 之类的所有平台上，应该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今天在座的是比较特别的两位。那当然有一位在我们节目上也很常出现，就是 Ryan 吉他指南的 Ryan。大家好，欢迎收听 Ryan 吉他指南，我是 Musician Ryan。那另外一位呢？其实就是。说你是台湾之光，会不会是你自己？你觉得 OK 吗？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这个词怪怪的，就是好，所以我们不要这样称呼他。可是已经走遍世界各地，然后也在美国等各地接受过专访的冯毅。Hello， 大家好，我是冯毅。今天我们请冯毅，然后跟 Ryan 来跟我们聊一下。当然，音乐还是占绝大部分。那但我们今天看到桌上这一排器材真的是，当然也不能放过他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进今天的节目。慢些，大家可以接。啊，盖子掉了，忘了贴胶带。所以你这个其实，因为我有稍微之前有跟你稍微聊过，所以这个不是你的全部效果器，而只是为了今天所以做出减配盘。做没有这，我其实一般来说，我原本这里会挂一个 looper， 但是越到后来我就不太会用 looper 了嘛，所以我就把 looper 拿掉，因为吃痛嘛。然后这边本来挂了一颗哈痛的娃娃，但是我哈痛的娃娃挂掉了。然后呢，我就跑去买了一颗，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在想什么，我就跑去金马蚁，然后试了他们所有的娃娃，我就超级喜欢那个 Josa Trini 的那一颗，但是那颗超级无敌大颗，对对，就我就觉得那个好听。然后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脑充血还是怎样，所以就买下去了。对，所以现在就变成，我要带娃娃出去就超级无敌麻烦。对，他要单独拿出来放。对啊，然后重点是现在还空了一个位置，所以呢，我就把老皮的那个空放上来了。对啊，反正就是硬是要补满一个盘子的概念。对啊，对啊，不然我家其实还有什么发子啊之类的。发子在乌克丽上会用到吗？发子在乌克丽上面其实还蛮酷的哎。我怎么说？就是让它听起来超级无敌不像乌克丽。对，其实开破音以后都差蛮多的耶。对啊。就你所知，台湾这样乌克丽丽这样接效果器的人多不多啊？乌克丽台湾大概都接什么 EQ 啊？然后就修，只是修音色啊。乌克丽会接破音的，我也知道认识一个人啊。嗯，对啊。然后他是用乌克丽玩数学摇滚，数学摇滚。对，然后他这辈子弹乌克丽的志向就是让别人认不出来那个是乌克丽丽。哦。对，然后那个他有一次很开心的在脸书上面庆祝说，有一个人在网络上面听了他们的团的音乐，到现场看表演才发现那个是乌克丽丽，他超级无敌开心，好猛哦！对，你现在自己是弹乌克丽丽比较多，还是弹吉他比较多？表演大家还是最好去弹乌克丽丽、啊，对啊，这是你希望的方向吗？我其实希望再平均一点、啊，对啊，因为你是音乐人、啊、不是只是乌克丽丽乐手这样。对啊，而且真的会听乌克丽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啊。乌克丽丽之前就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台湾很流行乌克丽丽的时间。对啊。对，然后可是后来
因为台湾好像都是那种，要不哇很烧很烧很烧，要不嗖嗖嗖，超就跟蛋挞一样。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但他就曾经红过啊。嗯，对啊，然后我也就是在红的那一段时间开始学的啊。嗯，对啊。欸，那你后来，因为像你最早成名的影片就是可能在永康公园那边表演。最早成，对啊， 那一部也是还蛮莫名其妙，就是被人拍，然后 po 到网络上，就莫名其妙红，然后后面引发连锁效应，其实还蛮酷的，就是被 Alan 秀找去啊。嗯，对。对，然后被 Alan 秀找去之后， Tommy 又看到Alan 秀啊，嗯，所以就被 Tommy 找去表演。哦。对啊，那个连锁反应其实还蛮酷的啊。原作者找你去表演，对对，哎，那是 Alan 秀这件事，我其实我就想，我们说要找你来的时候，就编辑部说，哎，问他今天 Alan 秀是什么样子，上 Alan 秀你会紧张？其实还好哎，不过 Alan 秀其实还蛮神奇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在彩排 的时候，从头到尾都不会看到 Alan，然后那个送礼物，我以前看 Alan 秀，我一直以为那个一定是谁的，嗯，然后结果那个真的不是谁的，哦，是就是那个出来，因为通常来宾送礼物 的时候，通常来宾都会看起来很惊讶，嗯，我一直以为那个只是故意装的，对，然后那个真的不是谁的，他们第一次就送了一把乐高做的乌克丽丽。对，然后他们第二次找我去的时候，我就超级无敌期待，我就每天在 IG 上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 Fender Custom Shop 做了一把用乐高做的 Strat， 我就每天在 IG 上面疯狂的发那一篇。对，许愿，对。但是第二次是一把那个牧场的 Fender， 是单双，Strat， 但是大摇。啊，对，牧场的比较容易有一些很特别的规格可以玩。不过大摇我真的不太行哎，还不习惯。对啊，对啊，因为其实近年就主要电吉他可能小摇是反而变居多，因为小摇其实灵活性跟以前比起来又好很多。嗯，而且大摇好麻烦哦。这个身为一个大摇使用者，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你。我个人喜欢无摇座啊，可是因为我自己的琴就是。他只有出大摇规格，因为橘色的，我是一个很喜欢橘色的人，然后就还是蛮。我那把琴回来到现在两年多，从来没有换过弦，我超级怕他哪一天断弦需要换弦，那真的是噩梦。交给店家就好，交给店家。这个时候是交给店家就好。我第一次换大摇做的弦。总共花的时间超过48个小时，48个小时，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换啊，就我装上去，怎么尾巴整个翘起来了，调半天，就我真的花了2天时间才把它调好。哇、wow. ！就看教学，看一次看不会，看两次看不会，就真的我真的2天，然后啊平了，对，从此以后知道说，大摇的弦不可以一次换，对，好像要把它换回小摇，其实就有一个洞，可也、欸、也是啊。还有一种可以再把它挖更大洞，可是就没有摇座的是 Evertune， 哦， 就是把弦这样抓起来的，就对它那个是听说抓上去就是基本上永远不会走音，哈，对，之前好像 Ernie Boy 有出一款琴，就是他换弦的时候只要把摇座全部压到底，然后弦就会直接跳出来，然后你可以装一条新的，直接把弦装上去哦，然后连转都不用转哦，摇座放开音就准了，哇哦，这根本黑科技啊，真的。应该是 Ernie Ball 出的、啊，印象中，对，他完全没有这种调音旋钮，所以你要调到就是特殊调弦，他也没有办法特殊调弦，太惨了，不行。他就是标准音，然后你把弦全部咚咚咚咚进去，然后摇座放开，准了这样。哇、wow、哦，真的很帅啊！可是不能特殊调音，我就不能用。就是这东西到底要多精密的科技？对，我觉得这比那 Gibson 早些年的自动调音系统还帅。这超神，这直接不用调音。对。对啊，自动调音系统你有考虑过吗？没有哎、欸，没有。我只有一把 Gibson 啊，就是那个 ES Les Paul。ES Les Paul， 对，那是我的第一把电吉他。其实台湾很难买到哎、欸，这个。对啊， ES、那个时候金蚂蚁好像只有3把。嗯、对，然后那把其实声音还蛮不错，只是那把声音其实不太像 Les Paul。它毕竟是空的嘛。对啊半空，它其实有一点点，它其实也不太像335，就是有点四不像。就 ES Les Paul， 对，就是 ES， 取名取很棒。对，就是 ES Les Paul 的声音。
所以说像其实你现在都开始用这些器材，这些器材开始使用，就是你说你是从一颗破音开始嘛？那一颗破音，对啊，就是爸爸的朋友就送了一颗很大颗的破音，嗯，然后就慢慢换什么换他痛啊，换这一颗，中间还换过 TS 808，然后前阵子还有用 DS 1啊，对啊，哦 DS 1 DS 1对，哇，超恐怖的，超恐怖，我应该跟我两个马上。DS1 其实我最近有开始研究 DS1， 它的设计原理其实我觉得蛮聪明的哦。哦，怎么讲？DS1 它其实痛钮设计在左上角，它其实就是用意是在于说，它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去调整的东西。就是说它的这个设计啊，是痛钮超过12点钟方向是开始砍低频。哦，对，会有，对，它是开始砍低频，所以它整个曲线是变成说，在低的时候它是就是砍高频。然后过了中午之后是砍低频，那这样子的设计可以在，比如说你先用 clean tone 的音箱的时候，你就是用左半边，砍高频的部分，哦。然后如果你是进到 Marshall 那种已经有点破掉的啊，对，那这个时候你需要砍低频，让你的声音保有颗粒感。哦，哎，我今天我带。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超级聪明的，对，大家可以试试看。哦，你有带的话，我们带来验证一下。哎，不过我的是改 Killing Mode 的呢。哦，你是哦，你已经改过了 Killing Mode。对啊，它会变比较平均啊。通常 DS1 大概第一个就是高频的整个处理方式应该都会改掉，然后它 Gain 的范围。因为我记得我第一颗破音是 DS1， 然后我是玩 Metal 的。哎，不过我那一颗好像有一个 switch 可以把它切回去。哦，切回去吧。你知道我第一颗破音是什么吗？什么 ？Metal Zone。哇！那时候一打开，哇！怎么可以这么吵？那歌不是超级无敌难听吗？就是我其实觉得它的设计也是有它的一个理由。毕竟 BOSS 老厂牌，他不会去设计一个太糟的东西啊。那也许就是说它的东西比较不直觉而已。因为其实以时间来讲 ，Metal Zone 算比较晚，因为它前面什么还有 Heavy Metal 啊那些效果器。那 Heavy Metal HM2 哎，今年要复刻了。然后那一颗的唯一使用方式就全部扭转到最大，对，唯一使用方式，唯一使用方式，对啊，它就是那样啊，就是 Metal Zone 其实已经算是蛮划时代，就是开始就是它所有 EQ 可用，然后它有一个中频可以调整的范围去调。其实 Metal Zone 在那个时候的确是一个划时代产品，而且其实最近大家是帮它已经验证了，它的使用方式没有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对，改变一些用法的话，其实可以调出蛮厉害的痛，对。还是我应该来弄一颗来接五颗一粒，搞不好可以哦。麦通通现在已经变成就是一颗迷因了，对，真的就是他虽然很多人就是嫌他难听，但就是他就是传奇。你现在像电吉他跟你木吉他是都是共用一组效果器盘吗？共用一组，我现在我电吉他原本是因为我进 AR 嘛，然后电吉他进 AR 的声音真的奇怪，因为它是毕竟是木吉他的一个 DI， 所以原本的做法就是我乌克兰弹一弹，我就要非常苦难的把这条导线拔掉，然后从这里接个 L 头进来，后来发现真的不行，所以就去跟老平买了一颗 looper， 就可以把它 run 掉了，就跳过，可是就基本上就是已经共用。对啊，已经共用，然后最近在弄新的盘子啊，然后新的盘子基本上也是几乎共用，只是新的盘子我是分成两盘，就是一个叫阿达的贝斯手，他帮我设计的，他是帮我分两盘，然后第一盘就是他可以独立运作，然后就是 UK， 因为我 UK 基本上只需要用到一颗破音，哦，只要用到一颗破音，对，所以上面东西稍微少一点。但是其实已经够乌 K 出去表演，然后另外一盘就是接上去之后就是大杂烩，上面什么808 DS1 全部通都放上去，哦，对，然后对那盘我还在研发当中，对，有点贵，不过我已经在慢慢的把上面需要的效果器补一补。你有没有心目中的音色？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追寻的？谁可能像是谁引发你的音色调整方式，或者是这样的，还是就是我喜欢？我应该算我喜欢吧。不过我很喜欢的痛啊，就是 David Gilmour 啊。David Gilmour， 只是他的痛好像还蛮烧钱的。对啊，他的空间细作只有这一颗应该是不够啦，我觉得。对啊。
David Gilmour 他其实设备上面算是蛮多人在追寻的目标啊。对啊，而且他都是什么机柜啊？对，毕竟是70年代的吉他手。对啊，不过他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哦。对。David Gilmour， 因为我很喜欢一个歌手，叫做有一首歌叫《Running Up That Hill》，Kate Bush。对，Kate Bush，K 哦 ，Kate Bush， 他是一个英国歌手，那其实就是英国奥运的时候曾经有找，就是他有用过他的歌，就上一次的英国奥运的时候，然后就说有一首歌叫《Running Up That Hill》，然后那首歌就 Kate Bush 出来是因为他是 David Gilmour 的算是亲戚啊，亲戚，对，但有一点距离的亲戚。然后就是他那就可是就他唱现场的时候，早期给 David Gilmour 会当他的吉他手。哇哦！对，然后就就他那个人音色，我说啊，这个东西听起来完全不像吉他，很像 MIDI。就说他其实我觉得他 David Gilmour 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创新。对，就是我觉得他很多在想法上面是不是把自己纯粹定位在一个吉他手而已？对，而且很多人都会觉得他弹琴弹很烂呢。对啊，哦、但是我觉得他手动超好听，嗯，真的。对，而且那个我还有看过他弹蓝调的影片，好像是跟 B B King 还是跟谁？那他弹琴真的很好听。然后还有看他那个，我觉得我心目中最梦幻组合就是他跟 Jeff Beck，、对，然后他们有一场现场有曾经同台过，哦是，对，但是那个只有用手机拍的版本而已，嗯，那真的好好听。你是比较喜欢就 David Gilmour 还是 Pink Floyd 的是整个都算进去的？像怎么讲？乐团来说我非常喜欢 Pink Floyd 的，然后吉他手 David Gilmour， David Gilmour 心目中第二名或第一名吧。哦，是。总之一定会在前三啦，排得进前三，我一定会选 Jimi Hendrix。哦 ，Jimi Hendrix 会算在里面。对，一定会选 Jimi Hendrix、Jeff Beck、David Gilmour， 然后 SRV。嗯，哎，对，这样有四个。好，没有，不用，就是其实很喜欢吉他手很多。对啊，对啊。像其实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David Gilmour。嗯，就是除了他在吉他上面的就是表现之外，他整个写歌出来的那种整个质感跟那种真的那种非常非常诗情画意的内容，像是我最喜欢的 Pink Floyd 的歌是 Shine on Your Crazy Diamond 那首歌。那首歌除了就是整个故事性之外，他在前奏的那个 solo 真是太好听了。嗯，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真的是完全就是 MXR Dynacomp 的业配，就是。你可以听到他轻轻弹的时候的那个，就是整个压缩的那个颗粒，嗯，然后让他的延音就非常长，对，然后再加上他很精致的手痛，那个 pick 轻轻碰到一下那种痛，真的是可以变得很好听，嗯，对。那像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上网听听看他 live 版本的那首歌的前奏，嗯，然后像他的他的破音的部分，对。很多人会说他是用 Big Muff， 嗯，对，就是他其实用 Big Muff， 可是其实有些人回去买了一个 Big Muff， 哇，一样怎么这么电？我们后面好像这边刚好有一颗，真的啊、哦？对 ，Big Muff 在我脚后面。那其实也是一样 ，Big Muff 其实也是要稍微去进到一些有点 Drive 的音箱里面，嗯，才会造成它有一点糊，却有。那么 picking 的颗粒感的部分，这样、哦，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刚好在做，我们有在做一个节目，就是100天100个效果器嘛，每天就一分钟。哦、对，其实有些 fuzz 效果器，其实我在做 clean tone， 因为我通常都是哎弹、欸、一下 clean tone， 然后再开效果器给大家听。对，可是那几颗 fuzz 就很明显，就是你一定要把稍微吹破，你才能把那个音色给垫出来，否则其实你听起来会整个就是。你刚刚是天使的放屁，这个就真的是放屁啊！大概这个样子。对，我觉得 fuzz 效果器是最难驾驭，但是最有趣的，就是破音啊。对，因为它是最狂野的，那最难去处理的一种效果器。嗯，那后来我发现行家都在玩 fuzz。嗯，对，因为我一开始。也是小时候去拿到一个 fuzz 啊，这什么东西？怎么这么电？是电。那现在才发现，哇，原来只是不会用而已。哦，好想我那个 super。像其实 Stevie Ray Vaughan 他的很多音色是来自于 fuzz face。真的、哦？对，嗯。那他也是一样，是用在很破的音箱上。那 fuzz face 只是再让它更有延音，那
就是攻击性更强一点。对对对。但是 Stevie Ray 的那个 Fast Phase 啊，它可以透过转小音量钮，然后 Fast Phase 大概转到8到7的时候，它突然变可音痛，它突然变成可音痛，而且是比原本破音的比原本可音痛的音色还要更 clean。这真的是我后来才发现一件事情，像之前 JHS 有推出那个 Tone Bender， 它是这样的设计，那它其实是靠电吉他上面拾音器跟这些旋钮的阻抗，那它阻抗会突然就是大到一个门槛之后，那个 Fast Phase 会突然直接变成是 clean tone 的音色。哦，是，对，就它低于到某个力道的时候，那大家可以试试看，这真的是那个 Stevie Ray 的 clean tone 的一个很大的秘密。哦，是。Jimmy Hendrix 是不是要那个转圈圈的导线进去才不会太尖？有此一说，这个讲法其实，如我们大概前几集的 podcast 有讲过这件事情，就其实主要在于说，其实 Jimmy Hendrix 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设备基本上都不是真的很好，然后卷圈圈是因为说它线就很长，所以它不是因为说卷圈圈，而是当然卷圈圈是原因啦，就是因为线太长，损耗太多。他的痛之所以不会那么尖，是因为损耗多到说听不出来尖的声音了。尖的声音。对对对。这样我很好奇，就前几年那个 Zach Wild 来台湾，就是很多人那一场在台大体育馆，他们牵那个那么长的线出来。对，我看那条线应该有40公尺，不止吧？整个进到观众席里面去耶。对啊。哦，我跟你讲，那天 Zach Wild 他走过我前面的时候，我直接摸他的手臂，我那时候突然直接被掰弯了，我。哇！太帅了吧，神人在你前面，就是真的只有帅到一个程度，你才会觉得说，哇靠，怎么可以这么帅？那时候他走过我面前的时候，直接哭出来，真的，人家看到神一样，你知道吗？而且他重点是他超香的，他超香，跟外表看起来，你以为身上都是威士忌的味道，对不对？结果好像是那种飞柔的味道，对对对，人家洗头发洗得很勤，对对对对对，他一定在音箱前面装了超多 buffer 的，真的装超多 buffer。其实 buffer 的原理也蛮酷的，就是，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 buffer 是它就是补偿一个固定的痛回去，但其实 buffer 是利用所谓的就是分压定理，那比如说原本会耗损在就是导线上面的讯号，它其实会让它把整个 buffer 内部电路的那个电阻都比较大，对，所以让这个电阻远大于那个导线的电阻，那所有的耗损会出现在这个 buffer 里面。所以其实相对的导线的耗损就变少很多哦，这其实蛮神奇。我之前做过实验，我那时候就拿那种一条30块很烂的导线，然后再拿那种母对母的接头全部接起来，接了10条，然后那个痛真是超级难听，就有点像那个痛钮直接转到2，然后我就踩 buffer， 哇，全部回来了，就是真的蛮神奇的。对，那像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到底是 True Bypass 好还是 Buffer Bypass 好？那我其实觉得说，至少效果器的头跟尾都要有一个 Buffer 啊，有一个 Buffer。因为像熊他就说，他之前有一段很迷信，也不是很迷信，就是很坚持 True 坚持的时候，没有他那个不是他是坚持全部用 Boss 哦，坚持全部用 Boss。对，他有一段时间一整盘都是用 Boss， 然后结果就是他的音量被推超大。因为他每一颗都是 buffer， 、他每一颗，所以最后就音量会有一点夸张。对，所以他后来是就是放弃了这样的纯信仰。可是他基本上所有 boss 都供的，他真的很爱 boss。因为我们有一集节目就做效果器嘛，然后就是说，其实他就是把那个 tuner 就是用 boss， 他那个tone就好很多。然后神套这一，我们有一集做神套 clone 神套，也是 clone 神套很厉害一点，是说你只要接上去，你不开机，你的痛都会变好听。对，他真的有 buff。对，这样这个真的是信仰之力，没有他真的听得出来差别。我们现场听有听出来。哦，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效果，玩到效果器是真的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像是 buffer 啊，它其实所需要花的电路成本，我觉得是比较多的。因为 true bypass 就是一条线过去。啊，对。所以到底有人就是说，坚持 True Bypass， 我觉得当然，如果你的 Fuzz 前面其实是一定要都接 True Bypass， 不然 Fuzz 会就是声音会怪怪的，那就是说在挑器材的时候，我觉得你只要知道你在干嘛，你要做什么东西，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再去挑，不管是 True Bypass 或是 Buffer Bypass 都是很棒的选择，我可以问一件事吗？其实你的 Fuzz 是接在娃娃前还是娃娃后？娃娃会比较尴尬一点。
是通常是接在娃娃前的、啊。哦。但是要看一下，通常娃娃是我的是出白 pass， 哦，所以它不会去影响到我的 fuzz。那娃娃开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要那个很夸张的音色嘛，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fuzz 接收到 buffer bypass 的讯号之后会变很亮，嗯，所以我再加上娃娃，我觉得其实那个效果可以做得很夸张，哦，对。那我觉得关于这种顺序问题，就是两个都试试看，两个都试试看，对，反正就在手上了，对。对，其实重组很好玩，因为像我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说，哎，我们不是平常顺序是破音、modulation、空间系，嗯，整个倒装过来，对对对 对，然后就还蛮好听的。其实这个打脸自己，其实这个应用其实蛮有趣的。之前 Pistone 他有出一集，就是 Eddie Van Halen 的音色秘密，嗯，他其实就是在就是很破的音箱前面加 delay， 嗯，哦，因为他回到当时现场，其实蛮多人像 Jimmy Page 好了。他们其实都没有办法有所谓的 send return 嘛，啊，对，他没有办法把 delay 接在破音后面，所以他们会直接接在音箱前面。嗯，那这个时候就是整个 feedback 的那个 delay 的 feedback 跟 level 都要转很小。那你的 delay 很明显，它不会是很干净的音色，但它就是会有一种脏脏的复古感。嗯，然后再随着 delay 越来越小，那颗一颗一颗 delay 的破度也会越来越小哦，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嗯，对，所以就是一样，就是看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了解，然后那样子接起来其实蛮酷的，这样，嗯，对，对，其实很多怪声都是在一些很奇怪的做法上面做出来的，对，欸，像我很喜欢把 reverb 接在 delay 后面，哦，是，我觉得那声音好好听，欸，其实我也是接在 reverb 接在 reverb 接在 delay 后面，其实我也是这样子。但好像大部分人是先接 reverb 再接 delay， 然后我自己反过来，我也是 delay reverb 这一块。对我来说，这个概念有点像是，嗯，这在混音啦。嗯，那有些人会是用平行 delay reverb 这样子。嗯，那不过对我来说，这种如果是效果器一条线接法，我觉得 delay 是增加你这整个吉他的层次感。嗯，那 reverb 则是把这整个音箱放在最后，放在空间里面，嗯，的那个空间的反应，所以我是会习惯把 reverb 放在最后的人。啊，对，我自己，嗯，因为我的 reverb 通常比较脏，嗯，我的 delay 比较干净，所以我会把 reverb 放在最后。嗯嗯，如果就以看到那么多器材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你蛮有想法的。没有算吗？对啊，就是其实你在做一个可能很多人没有在做的事情，就很多人其实我们以前在教乌克丽丽，可能大家就是哦来弹弹流行歌。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多是把乌克丽丽当做木吉他的替代品。那个时候啊，就是老师那学生来说啊，我要弹宝贝，我要弹什么东西？对，就大概是那个样子。可是就是你基本上是就是开始往他演奏这一块前进。那当然，其实有很多人在做乌克丽丽演奏。可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说，甚至是把器材啊这些东西，就是弹，你在好像在挑战一种不可能的感觉。因为像那个，像我有一个 tuning 叫做那个 ECEA， 或者是 FCEA，嗯，就是把第四弦换成第一个八度的 E。哦，对，然后就可以做一些。那个就可以做一些像是两条声部，或者是像是我之前挑战弹 Billie Jean，我 Billie Jean 我真的只一个音一个音对过，我主歌每一条旋律线没有漏半个音，我成功把那个 bass， 然后 keyboard， 然后主旋律，然后打板通做在一起。哦，哇，嗯，对，但是今天没有带琴来，这是整个在音乐构思上都是整个在解构在重组。其实还好，就是把它旋律都先抓出来，然后去对哪一个音，叠到哪一个音，把它当成合音来理解，其实就可以了。嗯，对。所以你演奏也是跟你爸爸学的？演奏就是爸爸他会告诉我，就是他是提供像情绪上，然后我是负责解决技术问题。你就负责解决技术问题？对。怎么讲？你们平常是怎么？你们平常练习，像你们可能在开始，可能在去创作。这我觉得这算一个创作过程，虽然可能如果是即使是 cover， 我觉得你们把它整个结构重新做，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创作过程。像你平常是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我其实就只是我就原曲开下去，然后就一直跟着弹，嗯，然后弹到手了可以自己弹，然后再把它因为乐团的歌或者就那些有歌词的歌，其实他们每一段不一定会做像是段落变化，因为他们有歌词。跟唱歌在撑着，但是乌克没有办法这样做啊，嗯，所以就是要有的时候要放一点自己的东西啊，嗯，
那像乌克丽丽其实弦比这样吉他少的话，其实它在这样的灵活使用度上 会比较受限制、啊、还好哎、欸，其实 有一些双旋律线，其实像是 Billy Jean 那一首歌、嗯，其实反的吉他没有半个人可以做到，就是所有旋律线完全不漏掉哎、欸。哦。然后或者是像是 High G 可以做那个啊，现在有一首三个旋律线是这样 ，Bass。鼓，然后就这样一直维持，然后硬起来，类似像这样，嗯，对，对，这首真的是一个很酷的曲子，很神奇，对，这是我最早开始做，因为其实乌克丽丽大概在乌克丽最红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一个狂人叫 James C 哦，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弹 Billy Jean， 他其实只有做三个声部，但是在那个时候乌克丽其实乌克丽演奏曲那时候应该还算是刚开始起步，那个时候真的可以吓死一大堆人，嗯，哎呀，哎呦，我讲。他应该是这样的，像这样，它其实原理还蛮简单，但是就是规律，要那种规律要做得出来，规律做得出来，然后你要算好哪一个音对到哪一个音，然后最好把同一个旋律编在同一条弦上面，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看起来太简单了，所以完全看不懂他到底在干嘛。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吓死一堆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做到，但他编 Uptown Funk 的时候，因为我是参考明度三鸟编的版本嘛，明度三鸟他这样弹，那我就觉得那个音不对，所以呢我就试着把他做的东西把它跨开来，对，我是比较吃力，那个时候因为我手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就练蛮久跨上去的，然后它中间 还有一段是要等，但是后来才练起来，就是手还不够大，对啊，这是随着成长才练出来的，对啊。你有没有遇过你觉得就是哎、欸、看这个人真的看起来真的超变态的那种技术的人？技术吗？嗯，电吉他还是乌克丽丽都可以、啊，电吉他超多啊，像 我到现在看 Eddie Van Halen 弹还是会觉得 超恐怖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应该 Eddie Van Halen 大概100年后，就是大家翻开 他的影片还是会觉得他是神，对，然后或者是像那个 Igwin Mastin 那个手术真的恐怖。新古典主义、哦、因为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在看到日本迷因图是他们音乐教室哦，韩德尔、巴哈、英文马普斯蒂，照片在墙上，有我看到那张图，那超好笑。对，其实现在蛮多，其实像电吉他，尤其现在可能现在玩 fusion 的，尤其现在在网络时代、啊、其实很多吉他手是 bedroom 吉他手，他可能就是真的在房间，他可以编出很屌的东西。像 Polyphia 可能他们就是那种感觉，就引发后面就这些人的这些效应了、对，然后像 Asato 对，就是他是那种 真的是 IG 上面就整个人就爆起来了，真的。他是不是已经退出 IG 哦？他暂时休息，暂时休息，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这样，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心累了，心累。因为去年我在 Name Show 有遇到他，欸，我有去看他。对，我其实去年有在 Name Show 有看到你，那摊位超多人哎、欸。对对啊，然后我后来因为 Ibanez 他 PR 发表会的时候，就是 Steve 心情发表会，就是请了说 Ibanez 大咖，然后哎、我去看，对，阿桑头那天也在，真的吗？对对，我没有看，我有跟他合照，然后我还遇到那个去年离开 Ibanez 的那个 Herman Lee，
有一个叫龙族乐团，你有听过？没有。Dragon Force， 他们就有一个首歌是最红，叫 Through the Fire and Flames。然后他的 solo 就，然后就他的 MV 后半部就是直接就教学影片，他 MV 就后面就两个人弹到下面手部特写，直接做的教学影片，真的超白痴的。对，然后就我遇到 Harmony， 可是他最好最有趣是在 Ibanez 摊位，可是他去年离开 Ibanez。对。然后就我昨天前两天看到他在跟日本有一个金属团，就摇滚乐团啊，叫做 Bandmate， 就一个女仆的摇滚乐团，就 Herman Lee 一个华人男生，然后长得壮壮的，然后带一个女仆，穿个女仆装，说我来 audition， 就快笑死！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因为他们欧美疫情蛮严重的，就变成说，大家真的越玩越疯，大概这种感觉，跟韩国贝斯大叔一样啊，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像那个印尼有一个檀木吉他的，那个他真的民族性，他们我真的大概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红，他真的是某种类似印尼的民族英雄哎、欸。哦，怎么说？你知道他们的粉丝还会到处出去其他檀木吉他的。特人的频道下面留言说你很棒，但是印尼大叔更棒。已经玩，已经到一个这种国族情绪的泪，这已经是信仰了。哎、那你接下来你觉得你有什么目标？就是说像，因为其实你基本上现在已经做到很多，我也想做的事情啊，可是我办不到啊，我想去世界巡回啊，我想去表演啊，对，其实像你现在，其实你觉得在音乐，就我先讲音乐上好了，就音乐上，其实你觉得你下一步想要做什么？下一步就是继续弹电吉他吧，我觉得电吉他还没有弹得很好啊。你现在就乌克丽丽电吉他，你还有木吉他，当然也会。对啊。然后我好像听说你还有好几项乐器哦。好，没有啦，我就是弹的烂烂的钢琴。嗯，对，因为你从小学钢琴吗？从小学，但是我弹钢琴，但是我弹钢琴，我弹钢琴其实我发现到头来，其实反而是在训练我背谱的能力、欸。你知道我学了钢琴，学了3年，到现在都还不会弹、到现在都还不会看五线谱。哦，是哦。对，就是每次老师他就弹。弹完之后，我就马上把它背下来。哦，拷贝他的。对，拷贝他。写轮眼。没有，我也不是看谱，我也不是看他手，我就只是听他音。对，所以也算是某种程度上有训练到绝对音感吧，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到现在都还不会看五线谱，其实有点惨。就是因为绝对音感对你来说太方便了。太方便，没有，其实绝对音感有的时候还是会绊到我，像是今天你叫我把 C 调的歌。加个 cable 把它升到低调，我马上就会疯掉了。哦，因为你不是用位置在记，像我们可能用视觉位置在记的。没有，我其实就会变成是说，我好像尝试想要用视觉位置来记，但是慢慢开始混掉，就是我的眼睛就会跟我的脑袋还有我的耳朵三个全部分开。对，就会完全断线。所以我如果要用 cable， 除非我练得非常非常熟，然后弹的时候都在放空。不然我的脑袋一定会宕机。对，这蛮酷的，就是我就是跟我们看吉他的方式不太一样，对，因为我像我是五线谱还是不行，对，然后六线谱因为有一点年久失修了，就是年久失修，对，没交情以后其实就很少看谱了，就抓歌就直接抓了，然后有一段时间就玩乐团也是都不写谱，最近开始改过来就是。要留下一点记录，要留下一点。對，我现在扯到就是因为有人知道去表演，他就会点我以前 YouTube 的歌。然后呢，我就回去看我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我还会在那纳闷说，为什么我不拍一下左手？为什么画面这么红？忘记怎么弹了。对，忘记怎么弹了。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我最近回去就因为我重新开始组乐团。然后就真的谱这记录还是蛮重要的，就是我其实现在回去听我10年前的乐团写的歌，我说靠呀，我怎么那时候写出这种东西来？就一首歌可以有8个段落啊，一首歌有8个。我现在觉得3个段落已经很多了，然后就每一段手法，看他这是怎么弹的，自己抓不出来，对，这种感觉。那你觉得在除了音乐上面，那可能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想要？表演啊，或者是录音之类的目标。录音之类，我4月有音乐季啊，春浪。春浪，对啊、你在春浪表演。对啊，帅。然后之后的目标，因为我后来现场表演稍微少一点，所以就是做一些 YouTube 的影片啊。对。
现在主要其实影音经营这一块蛮重要的。经营这一块蛮重要，对啊。你现在都是有自己的团队在帮你做这些事情吗？没有，就是爸爸。就是爸爸。就是爸爸，他还帮我弄。爸爸万能。哎、欸，这样很帅，就是其实你真的是用你的实力在展现，因为其实像很多乐手啊，他们可能就是哎、欸、早期就是用 Instagram 拍一拍，然后最后就是整个哎、欸、越来越豪华，就是他整个拍摄团队越阵容越来越强大，可是你就是完全用技术取胜，技术取勝，就大家是想看你弹琴这件事情，就是录音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嗯，像是我录音最常碰到的问题是呼吸太大声，对，尤其是那个我换铁三角的麦克风之后，真的呼吸好大声、哦，它收音变得比较灵敏，对啊、嗯，而且重点是我鼻子我还有过敏鼻塞，所以就会常常就有很大声的呼吸声，哦、嗯、哦，我们不能帮药品植入，这个开下去的话罚单就来了，会有罚单哦。药品很严格，只要是药品类的广告，这个东西超严格。你即使是如果未来接到业配的时候，都是，就你必须要有某些资格，这些东西才能办法去业配。还好效果器没有，对、啊、效果器没有，对对对对对。到底怎样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吸引人的作品？你觉得你的表演这样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啊？吸引人的地方嘛，嗯，就是。舞台动作浮夸嘛，这样算吗？算吗？因为我应该是UK圈唯一一个会踩音响的。踩音哦，对，踩音响，对，摇滚巨星的风范这样。嗯，你会把你自己跟摇滚巨星这样是连接起来的吗？其实不会，对啊，没那么强。那你心目中的你是什么？心目中的我怎样的乐手？怎样的乐手？就是状况好的时候弹的，我自认状况好的时候弹的还不错，但是状况差的时候就一直疯狂出包的那一种。嗯，因为其实，在看你的表演，其实你是那种真的手速很快的人。哪有我哪有手速很快？看起来就是啊。没有啦，我知道我会练一些诈欺术。哦，怎么说？诈欺术像是我以前最早的诈欺术是疯狂勾弦，对，然后就是 AC/DC 那种感觉，Thunderstruck。然后那个，然后不然就是直接踩破音开始刷、嗯。然后这样子就会有一种好像很帅的感觉，然后或者是弹一弹，然后突然啊。像这种的，对，这招一定要会。对，哎、欸，我后来发现，其实 UK 刷快的时候，跟那个 AD Van Halen picking 的方式，其实还蛮像的。嗯，那角度其实会有影响。嗯，对，那痛不一样。对啊，痛差很多。对对对对对。说的。算了。哎，Van Halen， 你其实你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在看过他的技法那些的吗？还是就因为去年的事情？我其实就是一直都知道他点弦还蛮厉害的。嗯嗯，但是我就只有喜欢某几首哎、欸。对我只喜欢他独奏那首跟 Jump。Jump。对 ，Jump。我觉得他其他就太 hardcore 了，我就无法接受了。嗯哎、欸，你平常听的音乐类型大概是什么？就是 Pink Floyd 啊，然后最近我在听 Neo Soul。哦 ，Neo Soul。对啊，嗯，那种 City Pop 现在很红的一种 style， 就是弹琴很炫炮啊，嗯，对，而且很 casual 的感觉。对啊，对，而且他们就是很喜欢弹一弹，然后突然给他来一个滑音，然后勾锤音什么，通通都给他加到满，就是 Neo Soul。那 Ryan， 你最近有听什么？我最近在听。大象体操，哦，好听，好听，我超爱听大象体操的。然后像我今天早上在听 Gary Moore， Gary Moore， 就是有点像每天必听的东西。嗯，我刚好其实上周末也在听 Gary Moore， 嗯，然后我真的就是没有，我觉得就是磁场有没有对到了，嗯，对，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比较没有对到。其实以前当老师的时候都有在教，嗯，都有在听，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本命这种东西，嗯。然后像是我最近有在听。但每天还是江美的 Theory Bang 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Matt Scarfield，
他也是蓝调痛，很 C 位方那种痛这样，超爱的。然后其实会发现说，我开始听歌的时候，我会一直去想他是怎么调出来这个痛的，有点中毒了。对，我觉得已经就是经营频道经营到已经有一点卡住了。这痛怎么调出来的？对。就是骑车的时候我在听歌，然后就会突然脑袋里面浮现出他在调痛的样子。调痛一下。对。所以你现在有没有，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关注，在可能演奏不管是乌克丽丽或吉他上面，比较演奏上比较你觉得好特别的人。好特别的人嘛 ，OK， 我基本上就是继续听 Jack 啊，还有那个台湾就是 AROB， 就是刚刚讲那个素瑶团。然后那个，然后木吉他的话，我一直都在听那个 Tommy 啊，偶像啊，吉他之神啊，对，他最近卖吉他嘞，是的，对，在 Reverb 吗？没有，在 Reverb 卖完的，对，那 Reverb 都有那个店员专门店这样，对，吉他手专门店，我怎么讲店员？不好意思，然后那个木吉他还有那个 Alexandro。对，他真的强得跟鬼一样。对，然后我想一下，电吉他就是听 Asato， 还有那个 Polyphia。对 ，Polyphia 那个速度真的又快又准哎。Polyphia 他们真的创作方式就蛮特别的。你有看过他们在写歌吗？我好像有看过女人写的文章，就说他是女人写的吧？忘记了。我应该有写过，就是他有时候他们用钢琴啊，对，先 MIDI 先敲好，然后再真的去弹那个东西。所以他那个我觉得写和弦的概念上就不太一样。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学乐器也会不同，像我们之前讲什么那个海角七号的国境之南。那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弹吉他的人，就那时候也是一定要学，因为一定要教学生。可是那个和弦换法，你怎么看出来？靠，这个写这首歌的人绝对不是吉他手，弹钢琴的。对，就是他那个和弦转换太多，那吉他手绝对不会这样写歌。对啊，对那种感觉。那 Ryan 你自己呢？你最近有比较推荐的乐手吗？新一代的好不好？不要再提那么老的人了。我就是个 old school 人old school 的。新一代的。Joe Bonamassa 还是有点老啦，但是勉强算比较新。他弹琴好听哎，他我觉得我觉得他就是他的痛有点像 Eric Johnson 啊 ，Eric Johnson 也是就是 Cliff of Dover 那个他，我觉得 Joe Bonamassa 的偶像就是 Eric Johnson， 对，因为他的声音有点。fuzz 软软的，但是又带有 picking 的痛这样子。对。然后整个他的就是，我记得他很喜欢用 DD 三。然后整个就是 Eric Johnson 狂粉这样子。Eric Johnson 狂粉。我觉得每一个偶像都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偶像。那他们虽然说他是狂粉，但是他只会加入很多自己的元素。像我觉得，当然他也是一个超级器材控嘛。对，他有一间吉他博物馆，对自己的博物馆，就是你可以在他的歌里面听到很多很经典的音色，但又有他自己的 style 的。对，而且他其实 unplug 跟 plug 他都 OK 的。对，他有一场之后完全 unplug， 就是他一场就整个全部都是琴围着他，然后一把这样，很浮夸，他很浮夸，真的是浮夸。我觉得他保有了那个。猫王，因为你们看猫王，他其实后期演唱会都是那种很 American style，就是那种大舞台，然后然后大舞台很多人这样就合唱团。我觉得 Joe Bonamassa 的表演会让我想到类似的状况，就是很美国 style， 的感觉。对，他和声团好多、对。其实我是看日本杂志才认识 Joe Bonamassa，那时候他是跟一个日本吉他手，反正就是对谈这样，然后他开始去听他的。他说：“这家伙的东西真的还蛮酷的，尤其他也很喜欢什么 Billy Gibbons 啊，这些，就是他喜欢音乐跟我喜欢音乐还蛮像的，对，然后可是他弹蓝调的，而且他弹 Straight 又弹 Les Paul， 对，他今年有出 Sima Dunk 帮他出一颗限定版的，台湾有进真的，对，台湾有进，就他的单线圈，要想要快哦，限量的哦，那个我在官网要下单的时候已经没了。”对 ，surprise 我会想订那种东西，对啊，因为我的 strat 我觉得他那个玩 metal 的身份已经功成身退了，因为以前当老师就会你会希望我的琴是一个很全面的，对，然后我最近觉得我金属琴够多了，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回去玩他该玩的东西了，不然
过实际上我那把是 standard， 99年的 standard， 所以说它其实预设本来就不是一个太 low gain 的琴。嗯，所以我那时候后来我有一个学生拿一个莫厂 Fender 来说，哇，这个好好 Fender 会啊，怎么会这样？为什么的都不像 Fender？ 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对啊，我觉得真的是玩乐器玩器材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趣。那当然，我觉得其实一部分就是真的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器材可以让你玩器材玩音乐玩得更开心。嗯，对，它并不是说啊器材跟音乐是完全分开的。有时候说，哎、欸，你有什么样的器材，你做出来音乐，哎、欸，我忽然灵感就来了，我知道这个痛，我觉得我应该弹什么东西。没错，对。哎、欸，那冯毅，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吗？你四月要在春浪表演？对啊。對啊，然后，可是接下来就主要就是你还是会维持在 YouTube 上面，就是固定的发表新作。对啊，哦，你在哪里？怎么可以搜寻到你？就打 FENG=E， 对，打英文比较快。Okay. 嗯，对，嗯，就搜寻翻译就好了。那 Ryan 就是 Ryan 吉他指南。Ryan 吉他指南。哎，那迷雾小镇呢？哦，迷雾小镇，我们最近第一个就是我们贝斯手跑去当兵了啊。在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创作期啦。啊，对。大家请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冯毅啊 ，Ryan 吉他指南，耶、yeah, ，Ryan 吉他指南。好，我们今天谢谢两位来我们的节目，谢谢，耶、yeah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哎、欸，我们今天是 Video Podcast 哦，讲一下，然后就是，所以你在 Spotify 它那边还是听得到 ，OK 。